们的专题名称是 TriWorld 的智慧关联查询系统。现在荧幕上的网站是整个专题的成果，它主要有五个特点：第一，关联字排序查询；第二，同义字查询；第三，相似字查询；第四，单字家族查询；第五， tag 标记。接下来我会介绍上述的功能。首先介绍的功能是 tag 标记。我们常常背了很多冷门的单字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的系统将每个单字标上考试的种类，让使用者可以自己设定。以我为例，我要考英检中级、多益、统测，其他不必要的可以关闭，像是中高级。我们主要有四种查询的功能。第一种查询功能是关联字排序查询，以 ILL 为例，我们可以看到系统显示的单字是经过设计的， ILL 后面紧跟着 HILL， 再来是 CHILL，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加上去，这样的设计有利于大脑记忆单字。第二种查询功能是同义字查询，以 MOVIE 为例，系统整理出在中级多义统测中跟 movie 意思相同的单字，而传统的线上字典也有这个功能，但是有些太冷门，背起来也用不到。配合上 tag 功能，就是我们系统有别于其他字典的地方。第三种查询功能是相似字查询，以 Weller 为例，系统会整理出跟 Weller 非常相似的单字，像是 Feeler 跟 Leader。按照传统的 A 到 Z 排序方法，这三个单字是不可能排在一起的。我们的系统是以学习为目的，有别于传统的以查询为目的。第四种查询功能是单字家族查询，以 human 为例，系统会整理出 human 的动词、形容词、名词等等，还有一些 human 的衍生词。以上就是我们专题的五大功能。